我拿不到的奖牌就由你来拿。按圈圈，按圈圈是跳出，按叉叉才是确定。有没有很奇怪的感觉？对啊，没关系，久了就习惯了。哎、欸，妈，你怎么把我水果吃掉了？这太过分了！我哪有？那你咬一口的我没吃啊。有有，没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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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比较亲切一点？呜、啊！按圈圈就对，回到上一个存档点。哎，他太灵敏了吧？对啊，他跟对新手根本就不好，他根本就因为这是第二代啦。这款游戏是第二代啦，我说你竟然没死哎、欸！哦，哦，背部着地，痛！还真不会死，真不会死，你已经死三次了。哇哦，好像有，好像有比我强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。对啊，我不是安全着陆吗？我也看不出为什么。妈的，什么烂东西啊！不能讲脏话，这是一个合家观赏的节目。对，哦，有啊有啊，你第一次就玩成这样，已经比我好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不要怀疑什么。哎、欸，加速太快也会那个、哦？会会会。好，你又过了一个存档点，快要到达终点。呀、yeah, ，过了，然后你按叉叉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金牌要临死51秒内临死，太困难了吧？对啊，那你可以玩下一关吗？现在我已经玩累了，有没有？我已经玩到怒了，把摇杆交给东风，看他会不会玩一玩就摔摇杆，有没有？这个还没解锁。没有更好的车哦，没有，就只有这种车而已。我们就是因为技术烂，解不了好车，好车就被包起来，解锁不了。竟然有人要ban我，太过分了！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被ban掉的吗？哦，哇，你背部着地了，痛，各种痛。加油啊！我很期待你可以多拿几个奖牌，因为我已经绝望了，有没有？已经对游戏绝望了。其实我觉得你的操控性好像比我好，可以上不去了。哦，牛牛！什么鬼？那路线太不清楚了吧？他就是很就是特技啊，摩托车特技啊，都走一些怪怪的路啊，都走近视走怪怪的路。我觉得你已经死比我少次了啦，你第一次玩的时候这一关死了超多次的。对新手不亲切，我现在找了一个也是新手，跟我一样是新手的人来，其实跟我玩的差不多嘛。表示这一款对新手不亲切。这怎样？这样就过关了，好不好？你16次，然后1分16秒，哇，还算 OK 嘛？还算 OK。看一下我们的最佳成绩，可以在这边，等一下可以看到。这里是我们的最佳成绩，这是我的最佳成绩。那上面就是老皮的成绩，老皮临死44秒就过关，40秒就过关了，太过分了、啊！太过分了！你现在才知道，他们都欺负新手。他们是有玩过是不是？他们有玩过第一代吧，因为这一代是刚出的。太困难了、啊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吵？感觉走的这台烂车。你还有另外一台更烂的。你现在嫌弃我们只有烂车有没有？就这左右是怎样？这个什么？那个没有，他没有介绍、欸。上下左右没有用的对了。你可以按刚刚，你可以试刚刚。一样啊，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跟羊头一样的道理。
哦，爆炸了，爆炸了！哦，没死呢，你竟然没死？对啊，我竟然没死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居然没死，没有死就玩得比我好啊！还是你现在要慢慢开，以追求不死。这样都可以滑倒、啊。我也不懂。然后呢？然后还是往上啊，然后把你抛上去，然后你就严重的 crash，candy crash， 爆炸。哦，有，你过存档点。看我过存档，一个不是我的目的啊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不要死。哎、欸，他不能从这边那个、哦、过关的。看一下，哎呦，玩的不错哎，三次死三次。然后一分钟，你就是练习一下应该是 OK 的。我不行啊，我不行啊！你看看一下，看一下成绩啊。哎呦，死三次，一分钟，你已经超越我的最高成绩了，有没有？有点自信了，有没有？要不要再玩一次？我觉得银牌就要到手了。还是直接玩下一关好了。我玩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个，我只是为了玩游戏而已。可是你没有办法解锁，就是他规定要多少个奖牌，他才可以到下一开下一张地。那是你的事啊！我靠，你要来帮我拿奖牌的、啊，不然我把摇杆给你干什么？来玩的不是吗？让我那个疲累的一天，让我放松一下，是不是？不可以。快点啊！你的操控性比我好，我只会嘴炮而已。我只会在那边笑啊哈哈哈哈！你在干什么啊哈哈哈哈！对不对？其实东风是号称车神，他前一阵子才开车在高速公路上去撞护栏，然后撞掉十几万这样。你怎么可以把这讲出来呢？车神有没有？所以这一点小 case 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这是不好的，大家不要。死两次哦，死两次以内才有银牌哦，再死一次就没有咯。给你说、哦。不过时间到了也一样没有了。忘记。这一关因为那个啦，他很容易翻车啊，真的那么觉得。这太奇怪了哦，这要控制好速度啊。我觉得这一关比较容易翻车啊，我这一关也死了好多次啊，你已经很强了啦，比我还强了啦。好帅气哦，用前轮那边。哇哦！哎呀，我有没有想跳上去的？不容易啊，我觉得不容易啊，快过关了。你已经死了比我少次了啦，等一下可以看我的成绩，各种烂。没办法看你成绩啊。可以啊，等一下就把我刷掉了，所以就看不到了。对啊，如果有比你好的话。有啦，比我好啦，你已经是最好的那一个了。你看他们都连死欸，根本就他们作弊啊，作弊啊，不合逻辑啊，他们开金手指，改机啊，改机啊。他们在直播欸，其实也没有，我们三个都在直播。啊，他们怎么看？他们都用好车啊，操控性比较好啊。没有啊，我们都一起拿到这一款游戏。这款游戏今天才有啊。不是啊，他们比较，他们玩过啊。我觉得有玩过一代是有差啦。对啊。啊，什么鬼？从下面开始啊。从下面开始。对啊，这太扯了。各种死。改机啦哦，没有金手指破解。为什么连第一关都过不了？连第一个存档点都到不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哦、没有，没有，失败了。哇、哦，太好笑了，哎吗？好啦，我觉得你也快要怒了，你快要摔摇杆了。请轻轻放下这只摇杆，今天 PS4 还很贵，还没特价。
有上手了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小，这太扯了，没有开加速不够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刚加速太少了。哇哦，死一次而已，所以有银牌的希望喽。每一次我抱持这样的希望的时候，就拿不到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牌了。喂喂，好痛，各种痛。哦，你被机车强暴了。被机车啊，路吧。对啊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这好像 repeat 哦。可以这样吗？自行 repeat 有没有？哦 ，repeat 三次，哦，第三次了。没关系啊，你的这种我刚刚都已经，欸、你操，我刚刚操控的样子已经跟你现在操控的样子差不多了，已经好几次了。加速太少了，冲不过去。嗯。呜，有没有很难？不是，他不给我们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下面是长什么样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要死一次才知道。对啊。好啦，我觉得已经很神了啦，你已经比我神多了。有死一次，搞不好也是我的最佳成绩，你就把我的成绩都刷洗掉了，有没有？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你看一下啊。你可以看一下，看我玩的有多烂，有没有最佳成绩？哎、欸，我刚才是到底是玩多烂，我到底是强迫观众看了什么东西？哎，你怎么你已经怒了要走了？没有，我没什么。好啦，换我啦，换回来。不过我觉得你玩的真的比我好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知道他应该怎么样飞我比较好。我再回来前面多拿一点奖牌好了啦，好不好？证明秋风弱，没错，我就是弱，弱到不行，好不好？还有一台啊，你看还有这一台，蓝色的、欸，还有一台红色的、欸，噔噔噔噔，喂、欸，怒了怒了怒了，等一下我们就要怒摔摇杆了，噔噔噔，喂、欸，冲，哇哦！呜、哦、呜、哦哦、走，一个走，一个走，走，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呜呜呜，咚咚，哦呀，哦耶，飞过来了，哦不，没有金牌了，被你发现了，死两次了，还没银牌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没银牌了，太可惜了，我前面很顺的跑到这里了，啊，太可惜了，各种可惜啊！哎哎哎，怎么会这种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嗯，呜呼，死四次，53秒，哎呦，好像不错哦，嗯，超弱的，真的54次，比我刚刚的死三次51秒，死三次51秒，是不是？怎么办得到？办不到啊！嗯，噔噔，啊，破纪录没有？刚刚还不错说，刚刚其实是鬼附身，有没有？嗯，我一继续啦。呀呼！呀呼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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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没有了没有了！呀呼！呀呼！啊！又来了又来了！噔噔！然后再来一次！呜呼！呀呼！呜、哦、不不不不不不、哦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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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死没死啊没死就是万幸，啊没死就是好